外さねえの。好，我是滚爸，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冲天火箭，这是滚妈在网络上买的。那它我们试着用过以后，觉得还蛮好玩的。第一个，它材质就是非常的安全，那借由空气，然后我们把打空气打出去以后，那火箭呢就会从这边砰就飞出去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实际现场玩的感觉怎么样吧 ，Go。Nope. 哦，我在上面了。哪里呀？还在上面呢。哦哦。